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眼睛，路加福音11章34节，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亮了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人对神的存心是否专一，决定人一生的方向和意义。很多人都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人的眼光关注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我们要时时省察自己，目光要专注于主，不让恶事蒙蔽自己的眼睛。神的道是光，信心就是灯。我们的心若专一的只思念天上的事，我们的眼睛就会单一的注视于神自己，我们的全人也就明亮，灵窍也必开启。假如我们很难在生活中看到神在工作，那就要省察自己，是否因为污秽的欲望使我们看不到基督呢？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就是我生命里的光，指引我前行的方向。从打开眼睛的那一刻，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就给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。门里到底是善是恶，是试探还是恩典，我完全没有办法预知。谢谢你点亮我心灵的灯，照亮我里面和外面的黑暗，帮助我谦卑自己，凡事都来寻求你的旨意。你借着各样的人和事，不断地引导我去行当走的路，走在你的光中，就不至于迷失在黑暗里。求主常常来擦亮我心灵的眼睛，让我单单看见你。我的眼里要折射出来的是主耶稣你的光。求主的光照亮这个世界，让更多人走进你的光明里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就为要全心来
句话都让我更爱你。给我，给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。你若没彰显吸引我心。我就为要我就为
着唯一。